만민 찬양 27장 주오심을 부르시면서 주일 대예배를 준비하겠습니다. 찬송가 403장을 찬양하시겠습니다. 천국의 맛소리
찬송가 473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一同默祷将主日大礼拜献于父神。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阿门。一同起立唱诗第一首。赞美一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请翻开《情经文》三十九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阿门。阿门。一同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如同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做回归周，做悔改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크신은혜와사랑에감사를드립니다지난한주간도우리만민의성도님들있는곳곳에서불꽃같은눈동자로지켜주시고보호해주셨다가오늘도걸어간안식일주일대예배로모여우리아버지하나님앞에마음과뜻과정성을다해예배할수있도록은혜를베풀어주신것을감사를드립니다우리가목자의가르침을따라주님의뜻대로산다하였지만은진리안에빛가운데또산다마음먹고달려왔다하였지만은그러나부족한것들허물된것들또생각과입술과행함으로아버지또지은모든죄와허물들을이시간도회개하고토설할때에우리주께서십자가에흘리신그거룩하신보배로운피로서정결케씻어주셔서우리아버지기뻐받으시는거룩한산제사로드릴수만있도록은혜를베풀어주시길원합니다아버지여우리예배를통해영광받으옵소서감사드리옵고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찬송가204一同唱两百零四首之后，未来礼拜由七教区长李成书牧师做代祷。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后嗣，借宝血洗罪，圣灵重生，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讲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完全顺服主，我灵欢喜，
堂的荣耀显于我心，仿佛有天使由天降临，报名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讲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完全献于主，万事安宁。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警醒等候，不住地祈祷，道主再临。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讲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慈爱的父神，感谢您在过去的一周，父神用如火般的眼目来看顾保守我们的万民的圣徒们，今天又迎来蒙福的主日，让我们能够献上主日大礼拜，感谢您。我们回想一周的时候，若有不合乎的，求父神用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献上父神所喜悦的以心灵和诚实的礼拜，求父神赐下圣灵的感动感化充满，为了得到永远能够分享真正爱的儿女，于是父神在这地上耕作计划，耕作人类，以此也赐给了我们得救之道，将一切感谢荣耀归您。直到本教会迎来创立41周年，我们的心爱的主任牧师以圣洁的福音和惊人的全能带给了我们属灵的信心，而且在这末世要将要成就的事情也通过启示录讲解能够明晰的讲解 给我们。如今看这样的世界的趋势和潮流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在灵里警醒，努力聚集与世间分别为圣，更加圣灵充满，做如何般的祷告，使我们能够更加迎接再来的主，让我们能够做好合乎的准备。在即将到来的11月份的定期祷告会上，让我们能够在各个地方献上如火般的祷告，得到圣灵的充满，灵里成长，求父赐下祝福。亲爱的职务代行也是带着新耶路撒冷的盼望在引导我们外面的圣徒们，于是在见证圣洁的福音，在成就惊人的全能的事工，而且也在回来成就世界宣教，感谢您，求神赐下更大的权柄给他，让他更加刚强壮胆，能够拯救死去的灵魂，而也能够完全成就向着这末世的旨意。今天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十字架之道》第13讲，《十字架的处刑》第1讲，让我们更加领悟蕴含在十字架当中的旨意和主的大爱。我们也愿能够更加无论吃喝都能够更加行父神的旨意。主持礼拜的郑振荣牧师，求父神赐下圣灵的感动，有以马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灵犀管乐团的演奏，也求父悦纳。全国全世界今天也通过集贤电视和
因特网和各种平台一同做礼拜的所有的观众和外面的圣徒之上，求神赐下圣灵的充满，为了礼拜所辛苦的所有的工人们，求福一一纪念，赐下天上的奖赏和这地上肥美的祝福。今天亲爱的圣徒们所聚集的地方，求神赐下喜乐和感动，也让我们能够在一周当中能够更加得胜，通过这礼拜将荣耀归您，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到六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边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到六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께서는우리무리의죄악을그에게담당시키셨도다아멘阿门。接下来有以马内利唱诗班的先师和那些管弦乐团的演奏之后，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十字架之道》第十三讲《十字架的处刑》第一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至圣殿各位圣徒，全世界通过因特网做礼拜的各位圣徒，各位关注，今天是十字架之道第十三讲解时间。今天见证耶稣的外衣和里衣中所蕴含的神的旨意。耶稣为了救赎人类的罪，受了诸多的苦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耶稣受十字架的刑罚时，承受了头戴荆棘冠冕、受鞭打、手脚被钉于十字架上、肋旁被刺等多种痛苦。这些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准确无误的成就，就是神为了赐生命的粮食给兽一般的人类，将耶稣放在了马槽中。为了使我们富足，耶稣亲身走了贫穷之路。为了代赎我们的疾病，耶稣承受了受鞭打的痛苦。为了赦免我们意念上的罪，耶稣头上戴了荆棘冠冕。如此，耶稣受难的罪过程是要将从亚当犯罪后临到人类身上的咒诅中释放出来，且代赎我们的罪而必须经历的过程。今天将见证有关蕴含在耶稣的礼衣里面的旨意与耶稣手脚被钉于十字架上的旨意。愿大家通过今天所见证的话语更深的领悟，为我们默默承受所有苦难的主耶稣那深深的大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愿大家都可以成为为主耶稣至死忠心的主美丽的心腹。亲爱的各位圣徒，各位观众，耶稣受了鞭伤，戴了荆棘冠冕，脸上身上被血染，他还要亲身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耶稣亲身背负起自己将被钉的十字架，走上了刑场哥哥他山。到了刑场，兵丁脱下了耶稣的衣服。今天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前半节记载着，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的外衣礼衣被脱光了，他以完全赤身的状态被钉挂在十字架上。尊贵神的独生爱子竟在卑贱而渺小的受造物人类面前蒙受了赤身露体的羞辱。耶稣蒙受这般羞辱的缘由，就是为了叫我们因着他的蒙羞免去我们该当的羞辱。无罪的耶稣代替罪人，担当了罪人该当的讥诮、凌辱和藐视。大家身上或衣服上如果沾满了腐臭的食物或厕所的粪污，臭气熏人，那么还能站到众人面前吗？在没有洗净之前是羞于出去见人的。然而比这外在的污物更为丑陋和惭愧的正是罪。圣经中也记载着，起初亚当偷吃善恶果犯了罪的时候，就躲避耶和华的面，藏在伊甸园里树林中的场面。亚当正是因为犯了罪，所以在神面前感到羞愧，试图躲避神的面。然而常陷在罪中的人们，最终罪的意识越来越淡薄，也越来越麻木。明明是在犯罪行恶，却毫无悔意，良心变得麻木不仁。何况我们生活在末时，是比从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邪恶的时代。
如果30年前或50年前的人看到如今的这世界，他们定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从前人们所经历又被人指指点点的犯罪，如今到处泛滥。从前不敢想象的令人羞耻的事情，现今已司空见惯。不过即便世代变得多么恶，当用光明神的话语光照时，那些惭愧的罪恶都会一一显露。如果屋里一片漆黑，即使屋内非常肮脏也不容易察觉到，可光明一旦进来就照亮黑暗，显明里面一切的污秽。照样神是光明，当用神的光明的道照亮我们内心，就可以显明内心一切惭愧的罪。被世俗的污染沾污秽沾染，活在罪孽中的人，将来在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就会大大惭愧，无地自容，因为自己污秽的心和所作所为都会赤裸裸地显明出来，就抬不起头来。但是耶稣也为我们的赎，也为我们赎罪，代替了我们该当的羞辱与凌辱，因此我们因这信就可以脱去罪人的身份，免去羞辱。创世纪3:21记载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慈爱的神给因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亲自做了一件皮衣穿，使他们遮掩赤身露体的羞耻。降世为人的耶稣也是亲自赤身露体被挂在十字架上，以此代赎了罪人该当的羞辱。不过启示录3:18里，主劝勉老底嘉教会说，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上的羞辱不露出来。神在警戒不冷不热且毫无热情的老底嘉教会的圣徒们，要速速洁净自己的心，做好迎接主耶稣的准备。愿亲爱的各位圣徒们都能从内心里更加感谢代替我们受到羞辱的主耶稣深深的爱。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愿大家都能速速成圣，毫无惭愧地去迎接主耶稣的再来。亲爱的各位圣徒，罗马兵丁脱去耶稣的外衣和里衣，并拿出外衣分为四份，每兵一份。里衣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于是就研究有一个兵丁拿去。无辜的耶稣将要悲惨地被钉十字架的紧迫状况下，何必将耶稣的衣服的下落如此详细记录在圣经中呢？耶稣的外衣分为四份，里衣没有缝，上下一片织成，罗马兵丁研究拿去等等，对这些琐事在圣经新旧约都有细致入微的记录，或许有人会感到莫名其妙。圣经内容是神心意的精华，因此圣经中选择记载了特别重要的内容。那么究竟原因是什么？旧约新约圣经中把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场面做了如此详细的记录呢？再者，耶稣的外衣也不是用高档的绸缎做成，更不是镶嵌着贵重的宝石，而只是沾满灰尘且又血迹斑斑的旧衣服。罗马兵丁既然稀罕这种破旧的衣服，并把外衣分为四份，里衣研究拿走，这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甚至很久以前记录的旧约圣经诗篇中就出现有关此事的预言。诗篇22:18中记载，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今天的主题经文中记载，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这就证明这预言的成就。通过今天所见证的话语，大家就可以知道今天预言是怎样成就的。
圣经通过耶稣的衣服预表着重要的神的旨意，这是预表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有关以色列历史的内容。首先来查看外衣所蕴含的旨意。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的王。这样神子耶稣的外衣在属灵上意味着以色列国以及其百姓。耶稣的外衣分为四份，衣服已没有衣服的形状，只剩下制作衣服的材料，就是布片。这意味着正如以色列的王耶稣的外衣分为四片一样，以色列国将要覆灭，以致连国家也不复存在。如同只剩下制作衣服的材料布片一样，只存留以色列民族的名号。罗马兵丁翻了耶稣的衣服，意味着以色列败亡于罗马军队。衣服分为四份，则意味着以色列百姓将四处逃散，寄居在列国。这些预言在其后的历史上均得以应验。这些预言在其后的历史上均得以应验，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里记载着耶稣曾对耶路撒冷说的预言：因为人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照此预言，公元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率领的罗马大军所围攻。虽然以色列百姓奋勇地抵抗到最后一刻，但是最终城被攻陷，耶路撒冷城被夷为平地。照着耶稣曾预言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罗马军兵连圣殿被毁所留下成堆的石头都推散了。据历史记载，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的过程中，有一百万以上的犹太人被屠杀，据说其中受到十字架处刑的俘虏也不少。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人，幸免于难的人逃离耶路撒冷，四处散居各国。此后，犹太人在所居住的地方长期受到了外邦人的迫害。在近两千年的苦难历史中，犹太人经历最为惨痛的事件，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在短期内，六百多万人单单因着犹太人的名分被残忍的杀害，而且是一丝不挂的被屠杀。我在信主之前听到有关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事件，觉得非常奇怪。按照常理，执行死刑之前一般会给犯人换上干净的新衣服，但是那么多的犹太人却无一例外都被扒光了衣服，在一丝不挂的状态下被屠杀，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可自从信神领悟到十字架上的旨意之后，明白了其原因。有这么多的人一丝不挂地被杀害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的祖先杀害了自己的主耶稣，咒诅临到了他们的子孙后代。虽然当时处决耶稣的是罗马兵丁，但要处死刑耶稣的却是犹太百姓。当时犹太地区被罗马所支配着，所以处决耶稣需要得到罗马政府派遣的总督的许可。犹太巡抚比拉多因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就不愿意给耶稣判死刑。
犹太民众就更加强烈地要求比拉多处耶稣，处死耶稣。于是比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就是耶稣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么他说罪不在我，那他就没有罪了吗？可以处死刑的权利就在比拉多手上。尽管他心里没明白耶稣并没有罪，可他因为经不住众百姓的压力，就将耶稣判处了死刑。首先，这个罪在比拉多巡抚以及要求定耶稣十字架的犹太人身上，可比拉多却说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就是说，死刑判决虽是我比拉多下的，但杀害无辜人罪的报应则由你们以色列人百姓承担。在马太福音27:25中记载，听到这话的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因此，历史上他们的世代以及他们的后代一直以来承受着流血的厄运。罗马兵丁的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当时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照着他们的所告白，他们血要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流血的历史一直不离他们的子孙后代。箴言书18:21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犹太人因着自己口中所出的恶言提得到了相应的报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量犹太人被屠杀，当时他们一丝不挂的被杀害，是因为犹太人杀害了自己的主耶稣，咒诅临到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因着他们告白，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从那时候就起，事后就走入了漫长而残酷的苦难历程。圣经上说，必追讨流血的罪，因此在创世纪也记载着，当该隐杀弟弟亚伯时，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求，就是说必追讨血的代价。这苦难历史是早已预表在耶稣的外衣被分的时间中。下面查考耶稣的礼仪。耶稣的礼仪不是将裁剪的布片缝合而成的，而是上下一遍织成的。在这里，礼仪意味着人的心。耶稣是以色列的王，过他的礼衣就意味着以色列子孙的心，且意味着他们对神的信仰。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他们的始祖是雅各，神亲自给雅各起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雅各生了12儿子，借着这12儿子形成了以色列的12支派。神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代中看到了雅各的内心正直良善，就通过雅各的后代形成了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与其他的种族通婚，以单一民族流传下来，单单侍奉独一的真神，即上下一片织成的。就是意味着上下一片，就是从上面的亚伯拉罕，然后是通过雅各，通过十二支派，一直是以单一民族流传下来的。可是到了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执政的时代，国中起了内乱，一国分成南犹大和北以色列国。之后，北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失去了作为单一民族的纯粹性。只有南犹大作为以色列人后代，没有跟外邦人结亲，仍保持单一民族。所以如今人们把以色列子孙统称为犹太人，即称为犹太人。如同耶稣的礼仪是上下一遍织成的，犹太人以雅各起头，以纯粹的单一民族流传下来。而且罗马兵丁没有撕开耶稣的礼仪，因为撕开上下一片织成的衣服就会拔丝报废了，于是研究以后由一个人取走了。
里面没有撕开，其属灵的之意就是犹太人向往神的心智，容无人能撕开，无人能消灭。虽然罗马帝国毁灭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罗马帝国毁灭了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呢，是却无法夺去以色列民族的信仰。耶路撒冷沦陷以后，逃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受了众多苦难，但仍然没有丧失他们的民族精神。他们将自己的民族和信仰持守到底，终于在1948年5月14号重归自己列祖之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样在以西结书38章8节到12节的预言在历史上如实的成就了。此经文中原说，在末后之年，以色列百姓纷纷从世界各地回归以色列地，重建自己的国家。世上哪一个民族能够在亡国2000年后重新复国？更何况在极度的逼迫和苦难当中持守自己的民族精神和信仰呢？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够重建设2000年之久的国度呢？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是因为他们从始祖雅各传承了坚定的信念和不改变的心智。上下一殿之城的耶稣的礼仪得以保全，也正预表着这样的历史结果。亲爱的各位圣徒，耶稣的衣服被钉钉脱去，两手两脚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知道的一般的死刑方式，其实肉体上的痛苦在短时间内就结束，更让死囚恐惧的是等待死刑期间的心灵之痛。但是可十字架的刑罚却是让死囚长时间遭受极度痛苦的苦刑方式，重刑罚是加给杀人犯或者叛逆者等重罪人的残酷刑罚。首先用木料做成十字架的刑架，将犯人的两手两脚钉在其上，然后将十字架立起，这时就会因着人的体重身体下沉，使两手两脚疼痛加深。因为钉的钉子避开了要害，所以死的不会那么快，所以受刑的人只能长时间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直到流尽了血气绝而死为止。耶稣在受这般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前，整夜被人拖来拖去，受尽拷打，又残忍地受鞭打和戴上了荆棘冠冕，满身血淋淋的状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走上了刑场哥哥他山。耶稣拖着精疲力尽的身子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好几次双膝瘫软跌倒在地，可最后还是艰难走完了那苦难之路，到了哥哥他山上。到了哥哥他山上，紧接着百夫长的一声令下，兵丁一锤又一锤抡起大锤，在耶稣的手脚上钉起了长长的钉子。就这样，耶稣在残酷的痛苦中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在炎热太阳底下被挂在十字架上时，闻到血腥味的毒虫又来叮咬耶稣的身体。就这样，耶稣被挂十字架一直完全气绝为止，足足忍受了长达6个小时的非人痛苦。那耶稣两手两脚被钉在十字架的处刑的原因是什么呢？正是为了代数人们用手和脚所犯的一切罪的旨意。马可福音9章43节到45节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入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就干脆把手砍掉，不去犯罪好去天国，强国入地狱。就说犯了罪，虽然两手两脚没有被砍下来，但因着犯罪最终要入地狱，还不如手被砍掉，不再用手犯罪，最后呢去美好的天国。经上说，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进地狱里。人因为有了手和脚，不知道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情，去了多少不该去的地方，犯罪行恶。那么难道为了不落入地狱，为了不去犯罪，我们就当真的砍掉手脚吗？
如今有很多守旧约律法的国家依然按照这种刑罚处刑，照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若用手偷东西就砍下手，若用眼睛犯罪就会挖出眼睛眼珠，若犯奸淫罪则用石头打死。然而凡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就不用如此，只要悔改罪可得赦免，而且也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完全除掉罪恶。因为无罪的耶稣两手两脚流了血，代赎了我们两手两脚所犯的一切的罪。而且在马可福音9:47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比如说犯奸淫罪，就是因为用眼睛看所以才犯奸淫，用眼睛犯了罪，因为要看到听到感受到，最终属于意念上犯的罪。正如在上一讲给大家讲解的内容一样，因为耶稣为我们头戴荆棘冠冕，流了宝血，代赎了我们的罪，从此我们可以不用挖掉眼睛。如此耶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免去地狱的刑罚，亲身担当了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为我们受难。因此我们若真正相信主的恩典，就不会再去犯罪。而有些人虽说是信主准上悔改了，但是仍活在罪孽当中。在神看来，这等人悔改是虚假的。如果真正相信主耶稣，因此明白了神的爱，明白了主耶稣如此的大爱，懂得感恩，就不会绝不会犯下那些许多的罪，就不会犯情欲上的事。为什么呢？既然知道了这些事情就不能得救，会下地狱，那怎么能还能行这样的事情呢？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如此经上明确的记载了情欲的事指的是什么。然而正处于信心的一阶段和二阶段的人，不会因一时犯了情欲的事就落入地狱，因为他们的信仰还是属于小孩子的信仰，他们因为是不懂得真理小的缘故，信息小的缘故，因此今后将会通过神的道得到更新变化，从信心的一阶段到二阶段。所以在那样的信心阶段行情欲的事，只要悔改呢就可以得赦免。可是已经进入到信心的第三阶段的人，若犯那种情欲的事呢，就无法得赦免。为什么？因为他们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到了信心的第三阶段，已经进阶了情欲上的事。他们早已经经过了信心的第二阶段，步入了信心的第二阶段，脱去肉体意念以后，跨进了信心的第三阶段。已跨进到信心的第三阶段的人，是不会再犯情欲上的事等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所以就叫第三阶段。因此他们信仰不再是吃奶的信仰，而是变成吃饭的信仰。这样以成长为吃饭的信仰人，若重新回到吃奶的信仰，那么这类人呢，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了做人的价值，失去了做神儿女的价值，背弃了自己的信仰。所说的我信呢，只是一句假话，说爱神呢也是假的，都是空话。听到这么多真理，知道说信却还犯那样的罪，在说谎。所以圣经在旧约和新约到处都有记载，已经进到信心的第三阶段的人，已经有吃饭的信心的信徒，如果行着情欲的事，那么这人是不能得救的。圣经中在新约旧约都有记录，在哪里记录呢？大家说说在哪里有记录呢？比如说在希伯来书6:10都有明确的记载，那里指的是信心的第三阶段以上，就说有信心，有领受圣灵的体验，尝过天的滋味，还懂得神的话语。因此这样的人若故意犯罪，并且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那么神就不会再次改悔改的，因此罪就不能得赦，这样的人是不能得救的。然而有些人虽说是信主，嘴上悔改了，但是仍活在罪孽中。在神看来，这等人悔改是虚假的。约翰一书1:6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就是说行在黑暗中的人不行真理，因此说是与神相交，说神呢我爱你，神呢我相信你，这些都是谎话。如果真正相信，就不会行那些事。还有在加拉太书5:19-21中说，情欲的是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话的意思就是不能得救。我们若要得救，承受神的国，必不可犯这类的罪。
耶稣因着我们的罪，两手两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了苦难。我们若真正相信这一事实，就不能再犯罪。而且一个人如果是真正从心里认真悔改了，就绝不会重犯以前的罪。不离弃罪，仍未脱去救人的人是没有真正信心的人，也不是爱神的人。因此这些人会爱罪，爱世界，乐于沉浸于世界，喜欢与世俗为伴。故此神分明地说，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这类人与救恩毫无相干。当然，人在信心弱小的时候，也会出现反复犯罪的现象。那时只要从内心里悔改，重新为了离弃罪而努力，神就会饶恕他，并给他恩上加恩，加添除罪的能力。靠人的能力是无法离弃罪成为圣洁，效法圣洁之神，但是靠着神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况且作为神的儿女，除掉心里的污秽，成为圣洁是理所当然的。下面说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手脚被钉于十字架，流尽宝血，面对死亡的那段时间里，耶稣并没有在思想死亡的痛苦，而是诚恳地向神祈求，通过所遭受的苦难与死亡，希望多能拯救一个灵魂，而且为那些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又讥讽他的可怜的灵魂向神求饶恕。用如此大的大爱为我们而死后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将会再次来到这世界迎接得救的儿女们，而这时候已近了。在马太福音24:32-34，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枝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大家也可以知道，在我们国家到了秋天，枫叶落下，貌似枯萎死亡的那样渐渐干枯，树叶全部会掉落。当然那些四季常春的树呢除外的，但是一到冬天，那些树看起来就像死了似的，草棚也是原本的绿色的消失，像是枯死了似的。但是一到春天就会重新发芽，发出嫩芽来，草棚也开始变绿了。那是不是单看这种现象，我们就可以知道春天会来呢？看到青蛙从冬眠中苏醒，我们就知道春天来了。如此，经上记载的那耶稣的话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在这里，无花果树属灵上指以色列。耶稣是说，冬天貌似枯萎死亡的无花果树开始发出嫩芽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夏天的临近。同样，以色列重建的那一天来到，就当知道主再临的日子近了。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是必然成就。耶路撒冷的沦陷，犹太人的苦难，以色列的灭亡和重建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照着圣经的记录如实成就。剩下还没有成就的，只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不久的将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复活的耶稣基督来接圣徒们的事情。启示录16:15说，看呢，我来像贼一样，那时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就是已经成圣的人，努力成圣的人，努力进入灵的人，这样脱去肉，脱去罪污，努力进入善灵以及圣洁，用真理更新自己的人就有福了。因为没有做好信服装扮的人，在主降临的那日，神也无法进入那美丽的天国。愿亲爱的各位圣徒们，千万不要熟睡在属灵的冬眠里，而是要警醒祷告，谨守，从此千万都要圣手主日献上完整的十分之一。恳请大家铭记代赎为我们羞耻和我们的罪，承受残酷的十字架刑罚的主深深的爱，都能早日做好信服装扮。因此希望等那安舒的日子来到，号童声吹响的时候，每位圣徒都能被提到空中，在荣耀的婚宴中与主一同坐席。奉主圣名祝愿大家。
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오늘도귀한말씀을들었습니다오늘은찬성과영광을받으시기위해지으셨던피조물들에의해서존귀하신아들예수님께서벌거벗은수치를당하셨던일과이같은수치를당하신그까닭에관해들었습니다또한십자가에달리심에겪으셨던각각의사건이담긴그깊으신섭리에대해들으면서결국은한치의오차없이예언을성취하시고인류역사를통치해가시는삼일체하나님의위대한손과능력을다시한번깨우쳐보게되나이다하오니우리죄를사하시고구원하시기위해그참혹한고난을이겨내신주님의크신사랑을기억하며더욱온전히신부단장이루어가는우리모든만민이되어지도록주님축복해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리옵고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接受转动时为患者做的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千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商店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你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特的赐予怀特的祝福，得到怀特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役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繁华。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明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泽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同唱万民赞美三十三首，把准备好的现金献在父面前。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釜山万民教会，密阳万民教会，金海万民圣洁教会，昌原，西山万民教会，美国，马来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委内瑞拉，有周报通知，来到本教会新登录的圣徒和用因特网登录的圣徒，真心欢迎大家。教会消息，准牧师的著作《天国上》斯瓦西里文721本，《星星的大小》斯瓦西里文728本，《爱完全的律法》斯瓦西里文729本，纸质书发行。准牧师的著作有声书刊在教保文库宗教部门十月第三周畅销书中占据了一位到第三位，哥林多前书讲解下是记录的第一位，哥林多前书讲解上是进入了二位，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登上了第三位。准牧师的像专栏定期刊登在基督宣教新闻首尔新闻通讯，万民新闻法文132、143号新闻印特网发行，印地文52号新闻在印度当地印刷发行。11月6号到26号有定期代理祷告会，主题是恩高聚会。2023年祷告题目和我究竟接触了多少果子，由万民祷告院李福音院长引导，希望圣徒们多多参与。11月19号秋收感恩节，为迎接秋收感恩节将实行学习仪式、洗礼仪式。今天大礼拜之后下午2点三楼圣殿举行洗礼问答。
今天大礼拜之后下午两点三楼在圣殿举行洗礼问答，学习仪式在11月5号，洗礼仪式在11月12号。3층 성전에서있습니다대상은주의종레이직원입니다교육후레이직원들은성전대청소가있습니다당회장님저서를주任牧师的著作在室内各大书店有售，也有电子书及有声书刊销售，希望圣徒们在信仰成长、传道文书宣教多多利用。성도님들의신앙성장과전도및문서선교를위해널리활용해주시기바랍니다为了现金做祷告，父神向您献上十分之一，献上各种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献上救济赞助宣教现金，圣殿建筑现金，祭坛殿石宣教现金，也献上许定的现金，求父亲自按手赐下连摇带按上肩下楼的祝福，成就所的心愿，祷告和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父保守祝福，使我们十分之一增加，感恩条件增加，所行所住求父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주여감사합니다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欢迎新友，当我点到大家姓名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做祷告，欢迎大家。인터넷등록자입니다영국에서아칸샤英国。본당등록자입니다임수진조장님께서인도해주신순성룽성도님기도하겠습니다神的儿女们登陆到世主身体的祭坛，此刻在天上也印证为万民中央教会的羊，求神赐下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站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间的力量、恩典、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成为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又蒙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奉主的名欢迎大家，请大家一同起立，主牧师以祝祷结束主日大礼拜。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始终与我们同在的父神无微不至的慈爱，以及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将我们引入公义中的圣灵的感动、感化、交通和充满，临到此时聚在一起做礼拜的所有圣徒之上。阿门。